我们先领我的礼物啦。这个，这个看一下。嗯，你看，这个要做什么？嗯。可以一张有钞金，还有真金。还有包好像。没有一张，上面有。还是要包金的。钞金就是把 gold 拿出来。 里面的沙，然后把 gold 拿出来。然后要做什么？还等呢，拿出来吧。120块，我们才要背过程十分钟。他说金都可以带回去做纪念哦。120块。我要，好不好？里面还有矿石，还有金在里面哦。什么？我要去哪里？坐在这边都可以坐。 对，请坐，把放沙放在圆圆的玻璃面。这边。对。我要。妈咪这边。等一下才会用得到。先倒进去。盘子跟汤匙放地上。我也可以吗？拿起撞的，上上下下敲碎它，敲得越细越好，洗出来量会越多哈。可以用。嗯，在这边拍。什么这里？要敲，敲得越细越好。 好就行，是，小，就要用力敲。可以轮流敲啊。可以用敲。快，赶快敲，这。刚刚要超近体验啦。你那个没有东西啊。你坑妈咪就好了。你们再可以再大力一点点，拿起来撞下去。 把里面的石头都给敲碎哈，主要是要把石头细化的。要敲碎，只要用力一点没关系。<笑>敲到用手摸摸看，没有大颗粒的石头就是敲好了哈，应该还有大颗粒的。 好了。还有。好，右手。
差不多了。 后面来的。 不要再讲这种话。Museum 不是只有干印章，是要学东西哦。看弟弟都学你讲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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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啊？奶奶才妈咪。还有没有手指把它搅和均匀？
用手指甲 mix， 对 mix， 啊对。这个会不会 unlucky 没有 gold？ 不会。我们倾斜45度，轻轻水面上画圈，水要让它有进有出。我们利用离心力把这泥沙带出来。再把它搅一搅。Again， again， again。好，来自洗来。跟刚刚的方法。不会。这边有掏金的，可不可以体验一下？好，我看有没有看到亮亮的。Yeah， 那就是 gold 吗？不是，金银铜铁都有。要不要玩掏金的？掏出来都可以装瓶，让你们带回去做纪念哦。要不要体验一下？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要装瓶啊！耶，好。来，记得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水要倒掉哦。水要倒掉。前面洗手台洗，不要在这里洗。好，那先跟你讲一下，回去水倒掉。哦，这样子放差不多一个晚上就会干了。好，这时候肉眼就会看到我们的筋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我们要看的时候，我们加点水；不看的时候，就是干燥保存。好，要不要体验一下掏筋的？你可以买一份，然后两个一起玩，照个相，做个纪念哦。哦，那这样倒都不会跑出来。因为它重。来，恭喜你人生的第一桶金。耶！这边有，这边可以洗洗手哈。洗手，洗手。这样拍得到吗？很小。可以，很小，先把它收好。